到底是谁让你以为这个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？这世界本来就是虚拟的，我记得没有错，本来就是个虚拟的世界。为什么做的不能是江小媛？为什么做的不能是江小媛？我这缺个助理，一个月3000，有活再加提成，家里吃晚宴了，单飞。 你来干不？我打算去一趟冥光实验室，那里估计会有我要的答案。以后这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了。 以前不是吗？以前只算一半，只有我需要这里。现在我们都需要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份合同上应该提到了灯塔系。你、霍伯宇还有许静良，很有可能是参与了灯塔系统的实验。 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